本分对于今天早上7点多接获一名体彩先生案件，我们派出了3名 EMTB 同仁前往支援。在现场的时候，其实母亲已经把女儿给生出来，我们后续给予包暖、抽吸、擦干，还有一些衣物本身的排除之后，女儿就是胎儿的部分是正常的呼吸、正常的活动。我们后续就把母女与胎儿一起送到医院中，交给医院处置。那过程一切良好。